舉手都多喎、哦。銷售呢都有啊，嗬，係咯，即係文職係啦，今年揾20,000，出年都係揾20,500，係嘛？即係為自己都冇乜出路，所以我好細個就覺得咧。打份工係唔啱我，一定要做啲即係服務性啦，即係行 service 啊，或者係做啲要賣嘢啊，先可以揾到更多嘅錢，因為自己讀書唔多嘛，係啦，細細個已經好接觸呢啲類似呢啲咁嘅產品，食嗰啲丸仔啦，係啦，大家都知道，係啦，飲嗰啲奶粉啦，話見到都想嘔，係啦，因為我做開呢啲咁嘅工作，好想揾多啲機會，係啦，想揾更多嘅錢。係啦，近呢一年半載咧，連底褲都買埋，係啦，因為我想揾啲機會嘛。咁我呢個噴噴呢個 Myoni 咧，就係喺我嫂同我哥口中就發生嘅，係啦，即係我覺得真係太簡單，因為一般嘅公司係啦，產品有效，係啦，噴下會瘦同會靚，唔使 keep 分，唔使囤貨，唔使重複消費。啊，真係買咗嗰啲就講完㗎啦，係啦，咁所以就好開心啦，因為全家人都一齊發展喺我呢個蜜月時間啦嚇，即係三月先結婚，係啦，咁就升咗做藍寶石。嗱、啊，早兩日老闆就過咗嚟，哇，真係影咗張相，係啦，哇，好珍貴呢張相，一定要 set show 出嚟啦，係啦，好，咁啦，嗱，屋企係啦，三個藍寶石，其實咧我哥咧人生做咗兩件事最叻，第一件事娶咗佢。第二件事叫咗佢阿妹入嚟，系啦。第三件事俾啲掌声佢，因为呢个第三个男宝石好少出现噶，系啦，系啦，所以就好开心咯。即系有咩生意可以同你至亲至爱一齐做，而系一齐发展，系一齐都可以有即系呢一个咁嘅收入，系好开心咯。系啊，所以我哋都成日整呢一张相，我们都是男宝石，好，系啦，嗱。咁我自己咧就用呢個效果，我自己都係一個 sales， 一個卓越嘅銷售人員，係啦，講就冇用嘅，係啦，即係大家可以睇下我啲相，即係我自己嗱都做開 facial， 係啦，每一次啦都去嗰啲 facial 美容院咧都俾人放低20,000-30,000嘅，因為我哋做開即係我做地產嘅，我冇辦法唔做 facial 唔打機打即係打彩光碌機冇辦法，因為呢啲錢一定要使，哇使完都係咁嘅樣喎。哇！真係用完之後1,350一支噴噴，真係咁嘅樣喎、啊。我覺得自己都唔係話太大分別。你睇我老公，哇！發達咯，心諗一個月之後，真係發達啊！真係劃時代嘅科技產品啊！噴下會瘦同會靚，咩都唔需要做啊！即係呢啲生意真係我嫂講得比我太遲啦，真係。所以真係自己用咗個效果非常好，係啦。頭先我都想攞埋我哥張相出嚟，不過我嫂已經用咗啦咁。所以男士係好有效果，係啦，都簡單啦，係啦，我哋都有三個藍寶石喺度啦，我哋都有啲唔同嘅團隊啦，我哋六月頭公司嘅年會啦，係啦，啲 partner 都特登飛過嚟台灣就支持我哋啦，咁啊，即係都好開心啦，係啦，下一張，係啦，因為呢啲都我啲團隊啦，不過咁我又覺得，即係可能我就做開銷售啦，我覺得呢個生意男性係比較有優點嘅，因為咧我都好多男性嘅 partner。係啦，即係男性有時睇機會咧，我覺得就容易過女士嘅，因為女士又要講下靚唔靚啊，又好唔好用啊，又平與貴啊咁。男士唔使講，純粹講機會，你同十個人講九個人都唔識，講完㗎啦呢件事已經係咪啊？一盒噴係會瘦會靚嘅美容產品，袋喺手袋就已經可以做喎呢個生意，所以真係冇得輸，係啦，好應該都冇啦，好啦，好起個幕，係啦，咁究竟呢個生意點解咁？